宜萱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蓝白是不是在民调的误差范围有一些缺乏共识？对，其实昨天我们的专家民调专家在开会的过程当中，首先他们先是采用这个选举有公信力的民调，先进行把有公信力的民调挑出来之后，在讨论误差范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主张是呢在统计误差范围之内让分，但是对方似乎希望我们让更多，所以在误差范围之内呢，我们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昨天在这个会议结论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共识出来。误差范围是几趴？在这个误差范围之内的这个数字呢，我想我们等一下10:30靳总会召开一个更详细的记者会，要跟大家说明。但是我们还是要再次重申，我们当初说的哈，就是统计误差范围内我们让分。好，但是呢，对方的误差范围似乎有不同的诠释，而且希望我们让更多。那这点是民调专家彼此之间意见分歧的地方。那蓝白合还有机会吗？我们不能先说是破局哈，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进行沟通跟协调。宜萱想跟你请教哦，传出呢，柯主席呢有亲自打电话给马办的执行长，那你没有这件事情，说蓝白并没有过去，再给他一点时间。主席有没有打电话这点我倒是不知道，因为昨天到现在大家都还蛮忙碌的啊。那但是呢，我想现在有没有破局，我觉得还大家不要太早定论，就是说我们希望还是能够针对这个误差范围来进行做协调。如果择日在意的话，有这个日期吗？因为好像也快要登记了。没有，我们等一下等这个记者马办的记者会结束之后，我们再有进一步的消息，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说是的话会站到底吗？没有，这个部分我们等马办的这个记者会之后再来做讨论，好不好？国民党说是要让6%，但是又有传出说是柯颖这边要求所谓的误差范围3%是正负1.5%，所以到底是6%还是1.5%？我觉得详细数字我们等一下靳总会有比较更专业的人来跟大家做说明哈。这个包含这个统计误差范围内到底如何去界定，好，以及他的界定国民党的主张跟我们的主张会出现什么样的落差，我们等一下记者会跟大家清楚的说明。那是不是专家现场打电话给黄珊珊总干事？黄珊珊总干事下令不要签这个签名的？细节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不在现场，好不好？不好意思哦，谢谢大家，谢谢。是统计学的误差还是？